Hello Hello， 哎，我嗓子有点哑，哎呦，点哑。我刚刚喝水了，哎，真的有点哑，怎么回事？好怪啊！谢谢不知的夜蝶，我过来直播10分钟，然后我就去洗澡了，刚刚在学舞，我学舞学特别慢。然后明天还要跟其他人一起对一下，谢谢直立行走，谢谢失重11号的夜蝶。前两个舞排完了啊，不是，有两个舞排完了，还有一个舞明天还要排，明天要排一下，一共有3个节目，因为10分钟嘛。本来有2个视频要放的，就是换衣服的时候要放的，但是刚刚发现版权搞不定。谢谢一努努奥，谢谢 A 丫头疼。对，就不能放，就只能发 B 站了。我还忍了很久没有发 B 站呢，就是返场，其实就只是返场视频了，也没有什么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其实像谢谢笑雾、像雨、又像风、谢谢路过人，就是想换衣服的时候你们不要那么无聊，但还好啦。谢谢2021的夜蝶，等一下我把这边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收一下，谢谢。小醒睡不醒，谢谢可乐一只虾，感觉好久没有直播了，就过来露个脸，因为今天刚好化妆了，平时都没有化妆。咦，谢谢布鲁鲁的皇冠。怎么？谢谢绝不瞎磕的磕磕，谢谢云中绽放的草，见到你很开心，就好像是英雄联盟的一个台词。谢谢2234，把化妆包收一下。我今天把一个粉饼都弄丢了，因为我放裤子口袋里了，然后好像滑掉了。刚又买了一个别的，希望好用。期待到货，谢谢柴柴麦旋风，谢谢不知。见到你很高兴，谢谢跑调小公主，哇不，谢谢小顺顺。Trouble。谢谢阿晨，谢谢白景和，也谢谢千亿，谢谢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夜蝶，只是一颗丸子。然后我今天去吃那家店，就是那个有米酿冰沙的那家店，发现那个打冰沙的那个店上面写，那个冰沙上面写了米酿冰沙，但是都比米酒，但上次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打了那个，还以为是什么牛奶口味。谢谢扶正的皇冠，今天妆好可爱，没有吧？感觉都花了，都出汗了。谢谢我的蠢萌其实弟弟，谢谢请教小李去学习。帽子有很多个颜色，上次收到的礼物有，还有蓝色、灰色、白色，各种颜色，黑色。嗯，我之前就戴这个帽子，我喜欢戴这种毛线帽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头发太乱了，不想搞头，就戴这种帽子。就是以前滑板的时候也喜欢戴，因为风一吹嘛，头发容易乱，戴这个帽子就不容易乱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滑板的人喜欢戴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嗯，头发
一乱不想搞头，就这样。谢谢超强三的夜蝶，谢谢康康。什么时候滑板？谢谢我超 A 的，我最近都没有力气，以前我都是很有力气，就好像二哈一样，以前就是力气没地方花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哇，就非得要，就是我去一个地方，去商场，去吃饭，我就非得要滑滑板去，就谢谢想吃这个那个的皇冠，就非得要滑个20分钟、30分钟滑滑板去那边吃饭玩儿，然后我现在就只能哎，太累了，还是打车打车吧，虽然很近，还是打车吧，打车只要7分钟，可是还是想打车。对，谢谢木点鱼，以前我无论干嘛，他说啊滑板去吧，就觉得哎呀，怎么全是我自己的歌。谢谢一起存钱吧。对啊，以前我干嘛都要滑板去，精力旺盛，而且我以前干嘛我都一定得要带着滑板出门，就一定得滑那么几步，熊孩子。谢谢创可贴。对，谢谢Die Hard。怎么那么嗨，也没有失宠了。谢谢软软剁剁。主要是最近管得很严，容易被抓，总是被保安赶，我心太累了。我上次好不容易去滑一次板，被保安赶了3次还是4次一个晚上。谢谢胖豆豆半条命版的拥爱法典，双马尾。来换个安静点的歌。谢谢像雾像雨像风的荧光病病，不然不让滑，说我们扰民啊，说我们扰民。我心想他们也没睡呀 啊，而且底下还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里玩。谢谢狒狒君，然后还说危险，我说我危险也没有让你服啊。谢寒夜，谢狒狒君，哎，让滑板重回街头真太难了。对，然后那种滑板公园啊，我开始就是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里滑草，然后滑板的人都不敢玩，他们就怕把小朋友给伤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很难过。谢谢回应中心中恶之必要。滑草就是有那个就是滑沙的那个板子啊，然后垫在屁股底下，然后从那个滑板的那个坡上面滑下来，就出滑下来那种感觉。就本来那个坡是用来滑滑板的嘛，然后那些小朋友就用来用屁股垫一个滑草板，然后滑草，嘚儿，你们懂吗？然后那些滑板的大孩子呢就不敢滑，怕伤到那些小朋友，因为有家长在嘛，又不好意思，就哎。谢谢川哥西怎么啦，就感觉被就有些滑板公园被抢占了那种感觉。谢谢遇见木，谢谢扶正，谢谢丸子。我没怎么去过，因为太远了，一般在滨江那边去过几次，是也还好了，其实只是偶尔有小朋友吧，可能我去的时候都不是周末吧，因为我周末都上班，可能周末小朋友比较多吧。谢谢安碧不会倒，然后我去的时候都没什么人，因为我去的时候都是阴间时间，都是大家上班的时间，上班上学的时间，太阴间了，没有人去。谢谢麻薯团子，谢谢喷火龙，谢谢蔡丁克的皇冠，但也还是有的啦。嘟嘟嘟嘟，谢谢超强，超强酸，谢谢真真629啊。谢谢大家的荧光棒。我滑草，可是我没有滑草板。我本来说，那我不如问小朋友借一个吧。后来想，万一算了，然后说什么欺负小朋友，卡了。而且我好怕到时候就是他，我怕那个什么，我怕到时候他们不借我，我面子挂不住。我主要是我有点，我不说社恐了吧？我觉得说社恐有点太土了。我就是有点社交恐惧症，就有点。交流障碍症，我就不太想跟人交流，你们知道吗？
我不太想跟人交流，就是我平时出去你要我问路，我宁愿迷路都不想问路，然后人家问价格我宁愿不知道价格，我反正就不想问，不想跟人交流，反正就是不想跟人讲话。我就是，对，谢谢斯凯勒，就是交流恐惧症，我就不喜欢跟人交流，包括微信啊，然后各方面都不太想交流。谢谢千亿。但有时候确实成年人的世界沟通和交流很重要，这可是有时候真的觉得，哎，很多事情想要一个人单独解决就解决了。对啊，我也是，我平时出去滑板戴个耳机，然后戴一晚上就不说话，就很烦别人跟我讲话，然后也很烦打电话的人，所以我的手机电话功能是关闭的，没有陌生人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对，谢谢柴大气猪。不然会觉得很焦虑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啊。然后我感觉我下个月的月初一直在剧场，一号不用在剧场，二号有公演，然后三号会去，四号也有公演，四号也可能会出现一下下，就是除了自己的公演之后，然后之后呢会有录音啊，之后还有什么拍摄什么的啊，还挺忙的，下个月真的挺忙的。然后28号应该会出现一下，啊，还没排练呢，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谢谢河川大哥。对，我29号去搞个胃镜，然后我希望做完胃镜之后嗓子不要哑，因为我可能30号去录歌。感觉最近唱歌越来越难听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没那个状态了，可能太累了。谢他 Tom Coke， 就是有时候需要状态，他是唱歌是一门艺术，他不是硬熬的，还是要休息，有点疲惫。哎，感觉没有那么没有感情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有，因为做胃镜不知道就是喉咙里面要进去嘛，我不知道嗓子会不会哑，瓶颈可能吧。谢谢你看我是很远，然后第二天可能就好一点了。全麻，我说跟全麻应该没关系吧。不知道是着了，对啊，但是嗓子会受损啊，有时候，因为要不是要插管吗？食管那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影响，希望不会有影响吧。不会嘛，那没事了。谢谢草草不是大笨蛋。我昨天刚去抽了血，然后做了核酸，好像今天又有疫情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要注意安全。谢谢喷火龙，然后我们27号见。可能有些人就是因为疫情来不了了，就很可惜。对呀，好的，那我们就今天就先这样吧。我要去卸妆了，洗澡了，然后收拾一下东西。明天上午还要排练。谢康康。对的，27号先三个节目吧，到时候之后有机会再表演别的想表演的节目吧，先表演的节目吧，先这样吧。对，先就这样吧。谢谢真真629。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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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看榜单呢，谢谢八爷，谢谢不为什么，谢谢胖豆豆半条命版的守护，谢谢蔡丁壳，谢谢扶正，谢谢想吃这个那个，谢谢布鲁鲁布鲁布鲁布鲁鲁，谢谢超强酸 X， 谢谢不知，谢谢草色要看近却无，谢谢我的蠢萌鸡翅弟弟，谢谢2234，谢谢20211130JL， 谢谢狒狒君，谢谢跑调小公主，谢谢失重11号，谢谢一颗丸子脆弱版，谢谢像雾像雨又像风 ZY， 谢谢真真629，谢谢小声声无甚版，谢谢创可贴贴贴，谢谢好大一个碗。
晚安。